今天来看见猴哥啊，猴哥这两天鸭子到了，然后刚好我们这边这两天啊天气比较冷，降温呐、啊。猴哥这两天一直在棚里啊陪鸭子睡觉，这刚好几个老表都在，弄点饭菜来了，吃饭。猴哥，开门呐！好，来来来，这风得好严实啊，这里面温度肯定很暖和。找不着里面。好呛，里面在烧煤球。老哥这次订了2600只鸭子，6.4块一只，花了16000多块钱。开门，老哥，饭菜凉了，来来来，鸡肉、鸭肉、鱼肉。鱼肉啊？这是酸果冻吧？来来来来，用用，老板来来来，老哥买了一个温度计啊，现在里面是32度，有点热。猴哥，6.4没了。哦，又一只啊！这鸭死一只，6.4没了哈，猴哥。来，都是一样的。给我表弟赶鸭子掉水里了，打着裤子了，躲在这里。哇，好香啊！好香，荷包蛋啊！打了几个饭啊？打了9个饭。嗯，够了。啊，这菜。一个菜都一样的菜，装了几个盒子，全是荷包蛋。嗯，吃好一点啊，一人有两份啊，一人一份半好像有。呀，老哥这两天睡得爽不爽？爽啊！老哥晚上就睡这边了，没办法，人都沧桑了，还有被子在这里。搞养殖就是这么精细。晚上我来陪你。好。真的。真的。好。瘦了一大半了。哎，觉睡啊，天天起来晚上都要爬起来看一下鸭子。9个饭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话饭量都比较大哈。筷子还差一张筷子呢。哎，对，搞得我跟个怪物一样。这边空气好一点，那边有点那个太呛人了。嗯，吃蛋啊，兄弟们，白菜炒荷包蛋，里面还有肉。我哥晚上一个人怕鬼吧？不怕。啊？不怕。越要看鸭子，越要看煤球。初次烧煤球，不懂的是煤球什么时候烧好。鸭子来晚了。鸭子来早两天都不冷哈。是吧？刚降温了，好冷。刚刚把什么吃过吧？没吃过。在这里面吃饭，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啊。第一次闻着鸭屎的味道，越吃越香。现在猴哥放屁都是煤球味。我就会演。猴哥，你晚上别睡过头了，中毒了哈。这边哪是中毒啊？你那观察的朋友。这4个人吃6个鸡蛋，6个荷包蛋。还有两个舍不得没舍得吃啊，来猴哥吃一个先，老大吃一个，老大吃一个，给你吃一个，我不吃，猴哥吃一个，猴哥吃一个，猴哥辛苦了，别客气，你爱吃猴哥的就你吃，我拌饭，不要，我别，来啊，一个荷包蛋啊，他们想了去，放这里，我要拌点汤吃。可以坐下来吃饭哈，这饭来，峰哥，把那烤一半饭给你，因为他端了一碗。荷包蛋随便你们抢，饭不要跟我抢。哦，饭，来，给一半给你。这饭吃完了，让猴哥扒扒鸭，猴哥每天晚上都得扒鸭，不扒会压死，不然会压死。猴哥养了2天了，已经死了30多只了。30多只多少钱？300多块钱。有的鸭子啊，比较弱的，就容易压死。鸭子睡觉喜欢比在一起。看两个柚子，坐一会儿，陪陪猴哥。筷子开柚子。哎，对，准备一刀吧。看没，我们这个开柚子，
用筷子也不伤肉，伤柚子那个肉啊，技术。哦，插进去吧，插不进，太紧了，我操！笑什么？笑什么？你有病！水很多，酸酸甜甜。对，什么？好吃吧？甜甜甜的，这是酸的啊！第一口是酸的，回味一下就甜的。不是，其实蛮甜。下次要是甜的，都不是酸的。快点洗干净，然后那个拿出个罐子用。